Hello, 我是金希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拍《简单生存》原味系列，《简单生存》系列第四集。我是金希，有没有看到我这个空岛上啊？没错，这个影片我就是在私底下建了一个空岛，然后这个的来源是呢，茶杯，感谢茶杯的援助提供了。其实我盖这个的目的呢，我是用来植树的。然后呢，最近我就要拍 Q&A 了嘛，因为 Facebook 200个赞的订阅，还有13位的订阅者那个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要 Q&A。就在我们下一集的时候，我拍完这个剪接完发布了之后，我就会发布下一个 Q&A 的影片哦。OK， 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先睡个觉了啦。老板，我会带你们参观这座岛的。等等哦。还有啊，各位，我就想说，我们今天这个频道呢，也是呢，整整创了两年了。就是去年我是溜 TV 的时候呢，我就一直这样子，然后直到做军艺这个 YouTuber 呢，我才觉得YouTuber 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个职业，只是你要一直赶影片，对，就这样。而且现在我是放假，所以才可以让你们去看影片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下去吧。这个我做一个水电梯来了。看来就会自动流下去，有没有？如果你感到呼吸困难的时候呢，你们就可以这样子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游到外面了。没错，的确是很高，游上去的时间也非常慢。其实我们做这个目的是用来种树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去挖树找树苗。Go go go！ 哎，我身上的东西，哎，我的附魔镐，难怪我发现我进来什么都没有。底下哦。我是被杀死过还是什么？身上的东西全没了啦！白痴！啊，全部都没有了！等等，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还是先去找一下我地图档案好了。风景真的好美，哎，不对，该跟大家说，好了，我们这边的第一棵树出来咯，把它取名为叫爱德华，不对啊，把它取名叫神的树，好了，神的树，没错呢，第一个在天空生长的树诞生了呢，谁像你那么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继续往那个，我把方块往外铺多一点点。让它生啊，大概铺多一两格吧，好，铺三格，那我们就进度了。嘿呀 ，Q&A 呢，我真的是觉得。谢谢你们的留言啊，然后这时候订阅数也是你们帮我的，也是你们一路来支持我的呢，这只是其中一个不离对我给我订阅不离不弃的那个人呢，和屁呀、啊、好了，那么我们再把这边铺完，再继续种我们的树树白桦木，这个就把请为白桦木群岛，为
什么叫群呢？这我明明就只有一棵树，那是因为为了方便应付名字。好了吗，各位？因为黑橡木，我觉得用骨粉真的是不会长。我们先放一颗，然后角胶这里也放一颗，然后拿出我们的骨粉。有了，角角边柱。有了，都有了，哈哈哈。今天刚刚去上厕所，呵呵，有人会拍着光跑一半去上厕所吗？所以说呢，我觉得这块地是真的不够，所以我们还是再铺多几层吧。草房快要用完了，好珍贵啊！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的角角呢，再放一个那个角角，我们再放一个那个白桦树苗，一个，点两次，耶，好高哦！为什么你这样矮的？好，哇，原来凤会长出草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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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草。我不需要呢，我操，那这样长草你长草干嘛？有种子，我还有花花哎，算了，花花就留住吧，这么可爱哎。好，那么我们先放，继续放我们的白桦树苗。树下长花苗，长了更多的花花咯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场子呢一定是要弄得最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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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虽然讲以后还是一定会扩建啦，至少不会像我之前那个生存很容易就放弃。火把。风景，我们这边的工作台大哥对不对？我们的煤炭一大堆啊。那我们就继续插火把咯，火把，管爸爸什么事啊？好累哦，好不容易放假，想轻松一下都不行了。OK， 完了。我们的王树即将要登场了，三二一。不过长得还蛮矮的，跟那边没有得比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觉得啊。做个鱼竿钓鱼了，下次我们就做个鱼竿来钓鱼吧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我们就要结束我们的影片，就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哦。等等，我把镜头调回正面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外面下雨，这边明就天了，天气晴朗。好了，那么各位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也别忘记打开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哦，这样子我的就可以跟踪我的那个资讯了。没错，如果想要留言在 Q&A 的下面呢，你们可以尽量留言，或者到我的 FB 专页哦，不专业了，是个人脸书，可是千万不要加我好友哦，跟你说。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因为你会怕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